10月21日晚，福原爱在微博发布长文宣布退役，坦言自从里约奥运会结束之后一直在考虑，终于有了答案，并称乒乓球对自己来说是恩人，希望今后向更多人推广乒乓球，让更多人知道乒乓球的美好。对此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支持，依然爱着你，支持你的决定，依然爱你，爱将要幸福，爱将要在接下来的人生里继续斗志昂扬啊，继续做我们可爱又坚强的爱将，祝你和江先生幸福美满，小公主健康快乐长大。